刚刚列车长的109年，109年，我看一下几月几，8月3号。瑞芳的王的23点整，初拍摄是4:25。我是江沿线看芙蓉的圈车。是，我是江沿线看芙蓉的圈车。1548圈车4:25，我是江沿线看芙蓉的。1548圈车。在瑞芳站关闭车门，是我是江沿线开往博龙的1548圈车，用百姓区间车在瑞芳站，瑞芳站已经是有些高干，你能帮忙？没关系，再见。